一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不要这样。下手画半人。下手画半人。双手画太极。双手画太极。向下扎。向下扎。没错，扎拳的时候从上往下的力量，这样才会很有力量。对，好，那功夫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动作是勾手下刺。